今天就抱着吃哈，不要吃饭了，晚上抱着这个坑，看能不能填饱肚子。你干嘛呢？我让你干喝的呢。干什么喝？又不喝这两天呢？你当然没有喝喽。早上起来牙也不刷，做到就吃饭，然后上去取快递，回来就端着你这东西的。我不装摄像头吗？我看你装着什么东西的？假前午后五六个摄像头，照什么东西的？照你美啊！你怕人给你偷走了还真的？我让你提桶水，你上去你给我提过不就算了吗？等拖地等拖地呀、啊！你上还不能叫提啊？他能提动不？上次提翻死你的，叨叨叨叨叨叨，到底是我翻还是你翻？一天到晚正事没有，净掰扯没有用的。姊妹们，你们说男人是不是都这样？就喜欢叨咕那些没有的，天天这拆拆那拆拆，明明好好一个东西，非给他拆散了。今天带你去看看咱家有多少个摄像头好。咱没出门了，就有两个摄像头，看，那还有个摄像头，再走两步，上面还有个摄像头，看到吗？上面还有个摄像头，大门口也有两个摄像头，墙上一个，电线杆上一个，小孩屋里也装一个。他巴巴的啊，搁厕所还有猪圈都装上摄像头，俺也不知道装那摄像头搁不弄意的。给我水提了吧，妈妈拖地哈。啊，辛苦你了哈。嗯。你看，这指望谁也指望不住，还得指望俺家儿子。哎，这年头啊，靠山山会倒，靠人人会跑。顺便给大家介绍一下咱家这捆拖把，咱家这捆拖把呢已经卖过一次了，直接卖过一次就没敢退，因为我不知道质量怎么样。经过粉丝们的反馈，感觉还是挺好的。所以今天再给你们推一组，咱家这款拖把可是大卫的拖把，非常有名的，不管是做工还有颜值都非常好，真材实料。你们看，这是脚棉头，吸水性很强，不管地上有多少污渍都可以吸附得很干净。最主要的设计就是这里了，它可以伸缩的，很贴心的一个设计，它有个卡扣，扣上就可以了，很牢固也很结实，真是不比不知道，一比吓一跳。你们看，这是普通拖把，这是我们家大卫拖把，你看，海绵条就短了一截。只需要拉一次就可以把水挤得很干净，但是再给你们测试一下它的吸水性，这是咱家小孩的墨汁，再来测试一下啊，再换个边，看到了吧，吸得干干净净的，吸水性很强。好了，功能就给你讲完了，你们就算不冲我买，冲大卫这个牌子都应该去下一单。哦对了，现在下单还多送一个羽毛棉头，一共两个，家里需要的姐妹们可以去看一下，真的很好用。